月三日迎接大运会2020朗朗成都新年音乐会在四川成都举行，朗朗妻子吉娜·爱丽丝惊喜助阵，两人再次上演四手联弹。在演奏期间，小两口也不忘撒一波狗粮，只见两人深情对视，眼睛中透露出满满爱意，幸福感溢出屏幕。演奏中的朗朗非常投入，表情动作完全和音乐不分彼此，让人不禁沉浸其中，曲目中散发着浓浓爱意，可见有娇妻陪伴下，朗朗连音乐中也透露着婚后的喜悦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